没有到那里。但是如果你想要把合成照片做出来，但是呢又不能有破绽的话，这才是厉害啊。OK， 所以第一个哦，你需要一张照片，所以这边会有个变化题，请你最好是用你自己的照片啊。如果你不好意思，你用找一张照片，然后合成，我们会有个变化，就是做合成照片，把你合成到一个著名的景点的，比如巴黎铁塔，或者是什么埃及的金字塔，也许你没去过，但是你可以把它合并进去，反正就是做合成练习哈。合成练习的前提就是一定要非常自然，一定要无违和感，不要说一看假的，对不对？如果说你能够一看哇，毫无破绽，就像我刚刚那一张照片，不过那是真的了哈，那当然你就成功了。OK， 所以首先你要学会什么？如何把这个吉祥物搬到这个背景过来 ？OK， 那我先把它交换一下位置，左边，右边这一张图搬到左边过来啊。当然特别注意哦，你要怎么快速选取啊？它原来把它放进来的时候它是这么小，你可以 Ctrl 加号，可以把它放大啊。不过因为这一张图的解析度本来就不好，所以其实也不好选。那要怎么选呢？特别注意哦，请各位善用左边这边的工具，按下去之后有没有看到？它里面的话有所谓的套索工具、多边工具跟磁性套索。好，那还有什么呢？更快的是快速选取跟魔术棒了哈。主要是这边有五个工具，我们就要用这五个工具去做。OK。那当然我刚刚同学已经有试过了，不过失败的可能性蛮高的。如果呢特别注意哦，所谓的快速跟魔术棒哦，是你的背景有一样的话你可以用快速或魔术棒，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要慢慢选了。慢慢选的话可能要把图放到很大哦。我做一次给各位看哦，怎么样做比较快，因为刚好这一张图的背景哦蛮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我可以先用什么呢？用这个快速或魔术棒，那我用快速的好了。二的话呢，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圈圈，对不对？请你点。可是你会发现吉祥物本身它的颜色比较复杂，外面比较单纯，所以我可以先点什么？点外面一下。那你会发现哦，有没有发现它会越来越接近什么？你会发现一下子怎么样呢？因为背景比较单纯，所以我现在已经把背景整个圈起来了，有没有发现？好，那可是那四角东西没有选到。对，好，我还没讲哈。第一个哦，特别注意哦。可是问题来了，我现在是选背景还是选吉祥物？我现在要选吉祥，可是我现在是选背景，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上面有个选取，对不对？对，反转，应该可以了解那个逻辑吧？哈，有没有发现？很快的都选好了，但是呢有几个地方不完美。 Ctrl 加号放大一下，有没有发现这一块有没有跟什么呢？跟这个虚虚的部分。所以刚刚同学讲了如何再把什么呢，再把这个部分选进来。所以我反转完之后，请各位记得把它切回到什么套索工具啦，或者磁性也可以啦，不过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要用磁性，因为磁性有时候乱飘反而不好选。接下来的话呢，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把这一块怎么样把它加选进来啊。特别就要怎么加选这个比较困难如果你要加的话，请各位注意一下请你选一套索工具，二的话呢请你注意一下上面部分上面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的模式不是要重新选，而是要加选进来，对不对？所以请注意预设它是重新选一个新的，你不要用重新选一个，不然你刚刚选的就全部消失了。你需要做什么呢？你需要把游标放在上面，做什么呢？它这边有好几个好几个样，有没有发现？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增加有没有？这个是减去。记得它原来新的你如果再选它就重新选一个新的，所以请记得一定要点什么，点这个增加至选取范围那这一块要选进来，对不对？请注意如果你要增加的话，理论上一定是从里面选到外面，把
把它画一个圈圈。我做一次给各位看啊，理论上会配合放大键。为什么要放大呢？因为你如果没有放大哦，选比较没有办法选到那么的精细。然后我选一次给各位看啊，基本上从里面绕到外面，这样绕过来嘛啊。这个时候呢，请注意哦，你的手部要抖，好，一定要拿稳，然后呢要慢，而且不能乱飘，不然你飘过去之后呢，你就多选了哈。然后要看准，把它绕一圈，绕回到哪里呢？绕回到这里嘛，放开。有没有发现选进来？应该知道我的道理吧？不过因为这一张图的解析度太低了，所以说真的啦哈，没办法做得非常漂亮。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找一张那个解析度很高的来选，就会选的细节会更多一点。好 ，OK。所以我大概做一下给各位看哦，因为细部的话，如果你要做到天衣无缝哦，恐怕你要非常的细心，而且要放大到非常大。我看这样已经是最大了。好。啊，那这须须怎么选？其实这个须须也不明显啊，也是这样从里面绕到外面去之后，有没有绕这样子？反正呢，只要他看到的东西有颜色的地方怎么样，我就把它绕一圈，放开，有没有看到？这样应该够 OK 了吧？哦，你如果把它缩小，我想应该看不出破绽了哈。然后呢，再来下面这边有没有这一块绕出来？有没有？哎，有颜色的地方我也是照样把它绕过来，哦。OK， 放开，有没有？好，然后再来的话移过来，那看一下啊，这一块到底要不要？要的话你就再把它选一下。好 ，OK， 这样子的话就让它多选一下。好，我大概了，还有这一块有没有？这绕过来，好，反正大概基本上可以选里面一点啊，你尽量不要选太外面，不然的话可能会露出比较多的破绽。那这一块也是一样哦，你看放大这边有颜色，对不对？好，我也把它顺便选进来一下下。OK 这样子有没有 ？OK， 好，那再往上一点点这一块，再把它选进来，应该懂我的意思了，所以如果你利用一个魔术棒跟快速选取，就选一个大概，然后细部的话呢，再利用套索，其实就非常够用了。好，来看一下还有没有，然后再把它砍错剪。好，其他的话，我想细部如果你觉得还有遗漏的话，请各位自己。再去做选取，好啊，选完之后的话，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吉祥物放到这边来呢？哎，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刚刚的同学应该有做过，很简单 ，Ctrl C 会吗 ？Ctrl C 到这边怎么样 ？Ctrl V 会吗？这样不就过来了？那可是位置呢不对，对不对哈？还有大小不一样，怎么做呢？你可以。再利用移动工具把它移到什么呢？左下角 ，OK 哈，然后再利用什么呢？再利用那个放大缩小的功能。那放大缩小其实几个方法，你这边可以有个所谓的任意变形，有没有？或者变形嘛？那变形的话呢，你可以怎么样？你这边可以用任意变形。假设我今天希望呢，把这个把它做什么呢？放大缩小的话，那你可以编辑里面呢，它会有一个。任意变形的功能，好，你可以针对这个呢，再去做什么百分比的。但你这边锁可以锁起来哦。如果我用这个任意变形的地方，那你上面会出现什么？出现它大概多大了？然后印象中好像70%还是多少，忘记了。好，那就是把这一张图任意变形 ，Ctrl T 也可以，然后这个锁一下。我记得好像大概80还是75，我有点忘记了好啊，就把它稍微看一下这边，好像还是太大，大概80左右吧所以 Ctrl T， 然后呢这边锁一下，大概80左右啊，请各位自己再调一下，然后移动到应该放的位置，这样就完成了啊。最后记得哦，你最后做完之后的话，上面有个打勾，一定记得一定要打勾，因为它这个很麻烦，如果没打勾的话它又恢复了，所以这最后记得打勾一下。好，这样的话就完成。那请各位试一下刚刚讲的部分，我刚刚主要是利用先用什么呢，套用先用什么，这个快速选取再反转，这个反转可能要注意一下，然后再利用套索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好。